everything was Everything has the same principle. 黄向塞老先生，我想介绍他这个进攻，进攻就是站桩。站桩对人体生理上那个卫生的人有很大的好处。I want to introduce his standing practice. It's very, very good for health. 心脏病 for heart disease. 血压高。 曾经睡了，就晚上睡不着觉。你站了2个月以后，就是很有感觉了。我先站个桩给你们看。无底桩。 屈定定，含胸拔背，七层丹田。松松肩，坠周，松胯。鳞门要打开，鳞门要打开，鳞门要打刚那个那刚那个鼻尾骶灸。你看，这个没有蹬步，你看，头皮还要放松。 这个脚尖跟那个斜杆呢，要摆好这个的，肘要像跟那个合得好。这个眼睛平视，石头卷在上面，雅致飞地合靠。眼睛要放松，这个不能放紧，要放松。这样站，站20分钟，不要多站。 刚站的时候，有反应。腿要抖，手要抖，没关系。Don't worry. 到时间慢慢的感觉，慢慢的感觉啊。